大姊妹，大家平安哈！真欢喜 NATWA Cares 哈，邀请我来甲大家谈一寡跟事啊有关系的代志安尼哈，啊，互我有搁一届有机会哈，来搁尝试，因为咧敲锤时，我着知影家己无够个伫对安尼哈，啊，真好啊哈，啊，搁赶快来搁提醒一届讲哦，我。很好，努力的空间真大哈，所以这是真好啦。多谢 NATWA Cares 哈，呀，啊，拄仔迄个真有眼讲吼，讲我为国宝讲起啦吼，啊，我想每一个人吼，拢有一寡镇家宝啊吼，吼，恁兜一定有啦吼，啊是讲传家宝啦吼，就是讲一直传落去安尼吼，啊。家有家宝，啊，国有国宝，吼，我想这是较好家联想做伙的一个话题，吼，呀，啊，其实咱若要讲起来，就是讲咱若在做国宝的这艺术品，吼，啊，就参想讲迄个圣经头顶讲阿伯拉罕的子孙，吼，亲像天顶的星，也是海边的沙，遐尼侪侪到，互你安尼算拢袂了安尼，吼，啊，像讲，我想大家嘛有一寡你家己。喜欢的迄个艺术品啦，哈！啊，我家己喜欢嘛是足侪哈！啊，咱俗语在咧讲啊，讲因缘千里一线来牵哈！啊，咱台湾的艺术嘛，亲像安尼吼，伫咧对的时间，还是讲对的所在哈！啊，有人为西方安尼甲咱牵过来哈！啊，今仔日我得讲几个啊，就好啦哈！安尼较袂。较袂予大家听甲怎啊困去安尼吼，就是讲，其中咱有我会介绍讲三位即个荷兰的画家吼，啊，甲两位咱台湾的国宝级的画家吼，甲大家来分享者吼。啊，当然在中间，我伫今年初的款吼是，应该是今年初吧，有甲即、這个咱南加州的分会吼，有小可讲到安尼吼，啊，因若听过，无要紧，搁 review 一届吼，因为这定来听，啊，着搁袂记定，听搁袂记哩吼。OK 啊，金鱼拜托吼，咱啊下一张哈 ，OK 好啊，咱第一个来看这个 Rembrandt 哈 ，Rembrandt 是这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哈，这间咱个头顶有看到伊个。嗯，头顶无看到哈 ，OK， 伊头顶哦，伊这张图哈，这把图伊是伫迄个 Rijksmuseum 哈，的 Rijksmuseum 啦哈，伊即马下载拢是讲，迄是夜巡啦 ，Night Watch， Night Watch 安尼哈，啊，毋过，即个伊伫1642年画这把图哈，哈。我伫30年前吼，有一个机会，就是讲去荷兰的时，因为阮弟弟迄阵伫遐咧航派去遐咧上班啦吼，啊，因就带我去迄个博物馆去看，伫个入口遐，你着看到咧照大片安尼吼，我头顶有写吼，379.5×453.5公分，吼，啊，伊个重量偌重咧？重量就是337公斤啦，啊，等于是咱来算做磅是153磅，这是足重足重足大磅的一张图哈。啊，伊原名其实是第二区民兵连修兵哈，真歹听哦，修兵伫班林科克哦队长下面哈。啊，伊那是啊，我用伊个读看嘛看。我头顶有写无 ？OK， 恁家己读就好了哈。这英语啊，读个就是伊的第二章，恁看第二章遐哈，要一个 military company 迄章哈，你甲看哈。好，伊就是英语就是迄章了哈。啊，是安怎？伊本来这个名来到18世纪的末期，伊怎是予人改做亚顺啊 ？Night Watch 啊，其实这是一个日时头发生的代志啊，吼啊，是安怎安尼？就是讲迄个图啦，咱的油画吼，通常拢会讲，为着要予伊的这个层次较侪，也是要保护伊这个画面，伊就爱定啊，不相时就去改擦一个 varnish 哈，
啊，这 varnish 好处可以层次较侪，啊，毋过伊一个歹处就是你擦较侪摆了，较侪年代了，伊色怎变做较，迄个这色泽啊，较暗去吼，较暗无去，吼、哦、啊，所以看起来是咱遮看，你会感觉嘛是感觉讲，诶，伊都若像暗时咧，吼、哦，若像暗时安尼，吼、哦、啊，所以伊就怎变做讲，即、这个暗夜巡这个名字去互。把它喝掉了安尼，哈、哦、啊！伊即巴道是属于巴洛克诶时代诶，即款诶真特别诶一个表现啦，表达方式啦。巴洛克诶是伫16世纪发起，一直到17世纪伫欧洲真流行诶一种艺术风格，哈、哦，真侪只画图家因都真爱用即个巴洛克诶表达方式，哈、哦、啊！伊迄个时代就是伫咧。反宗教改革的时期啦，哈，啊，伊为意大利发展啊，去欧洲，那有信天主教的大部分吼，诶，即个地区吼，拢会传过安尼，吼，啊，后来一直传，一直影响到即、这个拉丁美洲吼，啊，甲咱即个亚洲的所在，啊，伊其实伊主要吼，上届。即、这个画派的活动上届厉害的、就是吼，上届风行的都是伫德国，也是讲南美的即个殖民地即个所在啊，一直到18世纪吼，哇，伊都上届极盛时期就是迄个时阵啦吼，啊，即、这个名，即巴洛克即个名吼，吼、哦，伊是一个伊伫西班牙的意思，就是讲伊是一个变形的珍珠啦，吼、哦，啊，伫建筑。造型顶面吼，你来看到伊是较动态，啊较侪变化吼，啊较侪只弧形吼，呀，即款诶物件吼，即款诶作风啦吼。啊，我家己本身哦，足爱 Rembrandt，咱看 Rembrandt 即个图吼，迄、那个金鱼可能会当甲我 help 一下吼，就是讲你诶迄、那个迄、那個、要未，还阁头一张迄张吼，咱甲看伊迄、那个，毋是，就是伊诶 Rembrandt 头一张吼。对啊，咱也看伊，你的迄个箭头一旦改比伫吼，比伫头前遐几个较光的所在。Rembrandt 有一个真特别的，伫伊个图的顶面有一个真特别的即个表达方式，吼、哦，就是伊的光线毋是用个自然光啦，伊是用个家己做出来，讲伊倒一个人，也是讲伊倒一个所在，伊要特别甲伊。改标出来吼，改表示出来，伊就伫迄个所在用伊家己做出来，更加特别甲伊强调安尼吼。啊，所以咱会看到讲伊的即个深度吼，就加足侪咧吼。你看后壁伊就创较暗无去吼，啊，互伊即个层次上足分明，啊，互伊后壁遮就退后，头前遮加足头前啊，啊，加足清楚吼。啊，伊迄个。应该迄个穿乌衫，有一个伊颔棍遐有特别一个，迄个叫啥？伊暗色啦，吼，迄个我想，迄个就是因咧，吼，迄个克，就是迄个人啦，迄个，伊迄个领导迄个啦，吼，迄个 Benny Cook 啦。吼、哦，就是迄个队长啦，吼、哦，呀、yeah. 啊，咱来看即、这个，第二张吼、哦，第二张，咱搁看落去吼、哦，嘿，吼、哦，咱有看到即个上岛边即张吼，上岛边即张就是伊特别甲伊标明出来即个队长，吼、哦，啊，伊中即个就是伫较边啊。因为讲这足奇怪吼，伊画即个遮个人啦，吼，安尼若像是足济个安尼，若像安尼无啥讲安尼，拢总做伙个遐个物件，啊，毋过伊都甲斗做伙，咱甲看讲，伊奈后壁排一只鸡啊，吼，啊，这着足奇怪吼，呀，啊，正边迄吼，伊是伊就是原来。
我那咱会当看到讲伊的迄个光线的表达哈，哈、哦，唔是自然的啦，伊特别要表示这个人的是伊的特别甲光线甲伊投射伫这个人的头顶啊，这是伊的这个特别的做法哈，啊，所以伊伫有当下伫这。即个静静，你看起来，即个画面顶面，那像伊无啥物真叮当，啊，毋过就是讲，因为即个光线的变化，互你看到讲，伊毋但有一个安尼真神秘的即个气氛吼，啊，毋过会当甲规个即个画面还变做讲足活嘞，吼，啊，互你的目睭怎直安尼都会去互吸起安尼，吼，啊，伫油画以外吼，即个 Rembrandt 吼。伊其实是画足侪只个宗教画啦，啊，伊是爱画足侪宗教画，哈，啊，伊就是，伊有诶以外，伊还阁有版画啦，哈，啊，伊诶宗教画主要就是讲，伊细汉为细汉，伊妈妈就一直甲伊讲圣经诶故事，啊，所以伊有几本诶宗教画诶即个素描，哈。啊！我今年伫洛杉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我伫网络主持一个宗教艺术甲圣经吼，内面伫六月我嘛介绍伊即个龙柱回头吼，等下等下一张看卖吼，龙柱回头。呀，豆饼啊，伊这龙柱回头即幅图吼，安尼。你不管是讲你是已经是有信基督教，还是讲天主教的人吼，都是无信的人，看到这张图，伊嘛非常的感动，讲伊会当甲这个做老爸安尼，心心念念安尼在等待这个龙子回来吼，的迄个心情，你也看伊迄个面的，啊，表现到伊的慈爱，伊的慈悲。包容啊，唔甘伊个囡仔安尼伫外口受苦，吼、哦。咱也特别甲看讲，伊正平即伊个衫啦，即、這个囡仔个吼，即、哦這个龙珠个衫，安尼，你看伊内底个肉拢走出来吼，安尼破破烂烂吼，啊，佫足泰哥安尼吼，安尼啊，伊安尼跪伫双脚跪伫因老爸个头前安尼叫因老爸赦免伊。安尼做即款安尼毋对诶代志安尼吼，啊，咱特别来详细看者，咱正平即张图吼，正平吼，伊这咱有看到伊诶手吼，两支手画了无共款吼，诶，艺评家讲啦吼，因讲这 Rembrandt 吼，伊咧画这老爸诶正手诶时吼，啊，足趣味啊，伊画起安尼足温柔吼，安尼肉肉安尼吼，啊，看起来真。真柔美，哈、哦，安尼，迄就是讲，伊咧代表这是母亲的疼啦。啊，豆饼迄手咧，哈、哦，咱家看豆饼迄只手，哦，伊就安尼较粗、较粗壮安尼，哈、哦，安尼，啊，伊就是咧代表讲，迄是老爸的疼安尼啦，哈、哦。啊，伫迄、那个，咱阁看豆，哈、哦，伊这豆饼迄个，会较正平遐，有一身较大身诶人吼，较悬安尼吼。咱甲看，伊讲，因着解释讲，啊，迄是伊迄个大囝啦。伊安尼表示足不满诶安尼吼，伊无法度接受讲，因老爸太安尼遮尔欢迎伊，遐尔落魄，安尼挥泪诶囝安尼转来吼，伊安尼足无法度忍受啊，足无法度。接受这款的代志，安尼真不好得着啦！好、哦，你甲看伊个表情安尼，无伊个手安尼摸伫身躯，伊就是无讲伸手要去甲接受安尼。好、哦，啊，伊个面就是安尼下头安尼吼，足不满的安尼吼。啊，伊后壁佫有一个那像，就是较暗的所在安尼，无讲足清楚啦，若隐若现吼，遐有一个查某人吼，咱、哦、甲看讲。好，哎，大概就是你描写讲，迄可能就是龙子的老母安尼。虽然规个圣经内底伊无特别甲提供即个老母吼，敢若特别强调即个老爸吼。啊，伊是因为因咧强调迄个老爸，就是讲，咧强咧，那像即个上帝的代名词安尼啦，吼。啊，我想就是即个 Rembrandt 吼，伊真安尼用心良苦啦，
吼，伊种一大段啊，即圣经故事安尼甲伊浓缩啊，的甲伊囥到一个真悠闲的一个画，一个画面内底安尼，吼啊，互咱看到这是都等于整个的规个圣经故事，咱拢去甲伊明白着安尼。啊，咱若有趣味，讲要听吼，咱姊妹若有趣味要听讲有关的文艺复兴期这艺术作品吼，因为我咧讲的是会甲大家介绍足侪这文艺复兴期这艺术作品啦吼，恁若有趣味，恁会当甲我联络啦吼，因为我有固定时间，伫每个月吼，第三个礼拜六吼，下午4点到5点安尼吼，恁若有趣味，再甲我联络。OK，咱下一章吼。OK，咱只要看到哈，就是民国哈，民国我想大家较知啦，因为民国可能即马还阁有咧展览伊个用过即上新的科技哈。你去看伊展览，毋是讲一般诶即款展览，就是讲你入去伫伊个图内底，吼去家体会，那是讲你入伫迄个情景内底安尼，画境内底，吼，互你去亲身去体会安尼。好，啊，这个民国，那么我想足侪人知影这个普吉的 museum 哈，啊，你呐，伫明年4月呐，来到洛杉矶开年会哈，可能你呐较早来去普吉的 museum 啊，你会看到伊有收藏伊鸢尾花哈，迄足出名哈，irises 哈，迄幅图，你会当伫遐看到迄个 original 诶吼，呀、yeah.！啊，即马我是找伊诶400伊诶主位啦吼。啊，有人感觉讲啊，这艺术家为什么在这主位有主位上吼？伊敢会伤过自恋安尼啦？啊，毋过我是感觉讲吼，这艺术家咧画这个自画像吼，可能是较方便啦，就是讲伊免阁安排讲，即、这个模特啊吼，啊阁安排时间啦吼，啊伊若咧画家己诶时，伊会当伫伊家己诶无共款诶心情吼，即款诶有情绪诶困扰，还是讲吼，伊会当家己，不管是啦，伊着要画，伊着会当画布题材，伊着开始画吼，毕竟伊着开始画安尼。好，呀，咱来看讲，第一张吼，桌边上桌边吼，都是伊1886年画的这幅图吼，咱甲看，我做缘投吼，这边个真缘投安尼。啊，我想伊可能就是伊上个心平气和啦，吼，安尼看到安尼一个人安尼足有理想安尼，啊，想要创啥物货迄款的表情出来安尼。啊，咱家看伊的这个笔触哈，伊的笔触就是安尼较平方啊，较均匀哈，安尼，伊无伊的迄个较特殊的迄个笔触也袂走出来，哦，也袂受到影响啦。啊，咱看第二张哈，第二张，伊这笔触都足无共款的，其实伊犹阁有一张哈。就上迄个时阵咯，啊，伊画是较细点，咱即马看即张是较大点，就是讲我改讲做讲，伊是较大点的线的笔触吼，大点线啦，因为伊是牵较长啦。啊，若秀啦，咱若知影即个印象派内底吼，迄、那个点描派迄个秀啦，伊都是一点一点吼。哦，咱可能嘛有人捌看过伊迄个电影哈，哇，《Sunday in the Park》哈，with George 哈，迄就是秀拉画的 park 迄，规个安尼点点点点点安尼，足细点安尼吼，竟然安尼遐大白个图安尼甲点出来吼，非常非常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哈，呀，啊。咱甲看看即个1887年即摆自画像吼，你也看伊在呢，因为伊在迄个时阵是伊个弟弟吼，伊弟弟做卢奥啦吼，因为伊本来是画图拢即个民国个图拢画了较黑暗安尼，较暗，
较暗部吼，啊，伊感觉讲安尼，哥哥遐有天分，啊，毋过画出来都遐尔暗吼，啊，就家讲，我看到即个印象派的吼，哇，色足亮丽安尼吼，刚才对你有帮助吼，来看觅安尼。伊听着讲，足欢喜，讲好啊好啊，伊就去。啊，一个去讲，哇，即个色伊足爱，敢会当画像安尼，啊，伊就开始。哦，人眉直直要逼伊家己要甲画出来，啊，毋过就是，你知影你要改变吼，是一个无简单诶代志。啊，所以伊即幅图就互咱感觉讲，伊就是迄积伫心内安尼吼，伊安学袂来，啊，伊阁毋甘愿安尼吼，足懊恼诶吼。啊，伊讲我一定要甲画好真好，一定要甲即、這个吼、哦，要甲即个我摕着即个要甲。表达出来吼，安尼，不爱浪费我的性命吼。咱来咱看到伊安有迄个表情，伊甲迄画出来，迄就是你画家己的是自画像有即个好处嘛吼、哦。你的啥物形，你就是安尼甲画出来吼、哦。啊，过来咱来看即个第三张吼，1889年这個，吼、哦，伊去甲遐印象派的画家去做伙一阵了吼，啊。伊去教伊着在高更啦，高更就是尾啊，伊去大溪地去画大溪地女人吼，吼、哦，迄、那个高更，啊伊感觉讲高更的迄个画法吼，高更嘛是较大面，就是较大色块吼，啊画了迄色彩真亮丽安尼，啊伊着迄阵啊高更咧想讲伊要为迄个戏笔要变做讲伊要做专业的这画图家。啊，伊就讲，高更高更啊，你来我遐住好啦。哦，因弟弟伫巴黎迄个阿尔遐甲曼谷吼，安尼，细一间厝买一间厝吼，一个黄色的迄个厝伫遐。啊，伊就讲，你来遮住吼，我遮有所在互你住。啊，毋过，因就定定讲袂好势啊，讲无两三句，啊，就冤家吼，啊，就变伊变倒啊。啊，高更伊就走去，啊，因为高更离开，啊，所以伊怎掠狂，啊，怎用剃头刀，怎家己咱正兵的迄、那个吼，咱看伊正兵包咧，耳仔都是家己下掉去啊，吼。啊，这个表情，互咱看着讲，哈、啊，虽然伊的心情较好啊，伊有诶两张啦，一张心情较无遐好啦，啊，一张心情较好，就是看起来心情虽然较好，啊，毋过嘛感觉足无奈吼。啊，着搁加一支粉吹安尼吼，啊，卜咧卜咧，啊，对着镜，爱着家己画吼，个耳仔挂条往咧，安尼着做一个纪念安尼啦，吼、哦。啊，上年吼，着、就是较后壁遐，伊嘛搁一张上尾啊迄张吼，1889年画即个自画像吼，其实伊才几岁，伊是三十几岁是壮年吼。哦咱讲起来应该是安尼意气风发吼，伊遮尔有天才。啊，不过你甲看起来安尼，规张图都无血色啊，足皮哦安尼吼。安尼，迄、那个目神看起来安尼，若像足失志，足无自信啊吼。伊对人生都无存着啥物愿望安尼吼，真无彩啦吼呀。啊，咱个来看下一张吼，咱个来看下一张吼。啊！伫只太阳花，你甲看哦。太阳花，你就看到讲，哇！伊咧画太阳花诶时，其实伊是真欢喜诶，吼、哦！安尼真有生命力啊！安尼真容光焕发吼！即个太阳花安尼一蕊一蕊安尼活跳跳安尼，拢哪像拢要甲你讲话安尼，真侪故事要甲你讲安尼吼，画甲真活安尼，真有生命力。吼、哦，即个太阳花会当讲是，即毋是讲伊个上界有代表性，不嘛是，就是伫伊个即个即画个表达方面一个真大个转折啦。吼、哦，你会当看到伊画太阳花，是因为伊已经接触到即个印象派个，吼、哦、啊，所以伊个色彩拢开始光起来，啊，伊个太阳花吼。哦你看伊个花瓣，安尼活跳跳安尼，吼、哦，伊就开始有伊个
这个线状的这款物件哈，伊就开始造出来，哈、哦，线条这个，伊就为这个方面开始发展出来呢。呀，迄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画的表达的转折啦，哈、哦。那咱这个印象派哈、哦，印象派影响二十世纪以后的这个艺术哈，就是伫。就是为这个秀拉的点描，啊个反骨的这个线条哈，就是伊算讲较大点啦，哈，啊个塞上的块状形哈，这是伫印象派内底的三个较明显的这个画家哈，对后壁就是二十世纪以后这个艺术界哈，真大的这个影响哈，呀，啊这个。这个梵谷哈，伊讲起来哈，咱也讲起来讲，伊是一个叫传奇啦，真传奇哈，伊是一个天才啦。因弟弟嘛，知影伊是天才，所以因弟弟就是足够 support 安尼哈。啊，伊一世人安尼讲起来嘛，真趣味哈，真特别啊，嘛是安尼真。真甲人真团结啊，真无共款吼。伊咧想讲，伊少年时，伊要约一个查某囡仔吼，啊，着约甲人惊死啊，走到尾啊，直哩吼，啊，着失恋吼。啊，伊去修道院去受训嘞，啊，互人派去这矿坑去做牧师吼。啊，毋过伊着为着，因为伊心肠足软嘛，啊，所以伊就用家己的钱拢总买物件互因食，啊，家己过到3-8呢吼。啊，尾仔伊就真济代志发生吼，安尼伊无法度，伊怎情绪上啊，还是经济上啊，所以伊怎离开迄个矿坑的迄个舞会啦吼，啊，再去巴黎嘛，好、哦、，OK，伊。拢总安尼吼，伊伫在世吼，咱讲这梵谷啦，伊在世安尼，拢总活37年。啊，伊伫37年中间吼，伊留了2000+个作品互咱欣赏，吼，足无简单啦。就是讲伊安尼，伊咧画图的时吼，特别伫咧后期吼，伊咧画图的时，伊啊足疯狂吼。咱若想讲，一般你会看过迄个艺术家咧画图吼，伊是放一个调色板在边啊，啊，一支一支的，啊，就安尼调色了，啊，才开始在你画布顶面开始画你的图安尼。啊，伊毋是啦，伊就是自遐个迄个颜料甲伊注入去了，啊，伊笔摕起来就是画个吼，用个画个吼，就是讲一勾起来去你伊个。画面顶面就是擦擦擦擦，伫头顶在咧绘色安尼啊，所以你若讲要学伊，学伊个图讲啊，即幅图我足喜欢啊，伊个色毋知安怎配，你安怎配都是配袂出来，伊就是伊个配法甲人无共款吼，啊，所以伊咧画是搁较疯狂，啊，所以若看到伊咧画人，遐到底伊个阿尔迄角个遐产生人吼，因就会讲啊，即、这个痟个搁咧画图啊，即红头毛啊，规个安尼创，安尼乱七八糟安尼吼，迄痟个咧搁画图，伊拢叫伊痟个安尼吼。啊，但是啥讲即天才甲疯子吼，尾仔都有人安尼笑讲天才甲疯子吼，安尼等于讲安尼两面啦，就是讲即边变起来是天才，即边变起来是疯子安尼吼，所以啊。啊，讲艺术家吼，安尼，遮尔有天分，啊，毋过伊短短37年嘛，真无彩安尼，吼、哦、呀。OK，咱即马过来看一幅图哈，来下一张哈。我想即幅图逐个嘛拢足有感想哈，啊，无得看嘛，真侪人捌看过迄出电影，吼、哦，戴珍珠耳钩迄个查某囡仔安尼。啊，这个画家就是伫17世纪的这个 Johannes 哈 Vermeer。啊，这个 Vermeer 也是真可怜，那讲到画图家吼，伊拢真安尼散车啦吼，啊，佫画家要死啊，
提无偌济钱哈，因为有当时啊，无一定讲，迄个时阵咧收藏的人，伊会当互伊安尼真好诶，即个生活，因为咱知影即油画颜料啊，是讲伊即个所爱用到即个物件哈，特别以前啊，以前迄个油画颜料，有诶人就足爱讲伊家己用过迄个矿石啊，去甲伊磨磨甲伊真油诶时吼，啊则去甲伊。甲加遐油，吼、哦，啊，甲搅互伊，搅互搅安尼，啊，伊才开始画安尼，吼、哦。啊，伊即个文面啊，伊咧画图诶时吼，伊拢爱安尼较古典啊。咱若看即张吼，吼、哦，看即张图，就是倒边即张啦，吼。啊，伫中遐吼，中遐诶正边遐，就是迄出电影啦，吼、哦，迄、那个查囡仔就是做伙画图吼，吼、哦、应该伊本来耳仔无正康啊，袂当挂迄、那个，袂当挂珍珠啊，吼、哦，袂当挂迄耳环啊，爱着甲正康改挂迄个耳钩落去安尼，吼、哦。啊，倒边迄张就是伊原来迄幅图啦，爱甲画甲迄个神情吼，互、哦、你感觉讲啊，伊毋知在想啥，啊！这少女是少女怀春，还是讲伊安尼一个安尼在空虚梦想，有家己一个 dream， 还是安怎？吼，伊将这个少女的一个迄个真，要哪讲？互你抓袂到的迄个表情，吼，迄心内的迄款想法安尼，吼，伊安尼。甲伊表达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无简单啊！咧，吼，啊，伊真爱用这文庙，真爱用的吼，有三个色吼，你甲看黄、蓝、灰，对无吼？咱是伊的这个图头顶，咱看较足明显的吼。这三个色伊足爱用的吼，伫伊的图头顶啦。啊，画出来吼，伊足爱甲画安尼，点点这画面啊，点点吼，安尼足古典的安尼。好、哦，啊，伊足爱用只黄蓝灰哈，啊，所以伊其中的一个黄色哈，后摆怎啊变作互人合作讲 vermeer yellow 哈、哦，那咧画油画人哈，捌、哦、用到这个颜料，你就知这个色哈，伊、哦、是什么色呢？啊、哦、，vermeer yellow 呢？啊，伊咧画图时哈，伊、哦、是用过这个点染的方式啦。点染方式啊，我无特别去研究这個点染方式吼，伊是看起来，你若较近看的是，就是伊会较安尼小可雾雾安尼。啊，不过你若较远看的是，伊都无这款错觉吼，伊都表达较真好势安尼吼，我你感觉讲，这个人那像为迄个背景怎安尼浮出来安尼，吼安尼浮出来，呀、yeah ，这是伊的一个真特别的吼。诶，这个画法，啊，真无彩，就是讲伊安尼43岁啊，伊就往那过身去安尼，吼、哦，这是非常足无彩。啊，伊的主题大部分吼、哦，我敢那创伊这个图出来呢吼、哦，其实伊还佫有真侪图，就是拢安尼，看起来那就甲你生活足有关系啦，就是迄个生活，吼、哦、啊，表现讲迄当时的人安尼真单纯吼。哦真简单，啊，毋过真水诶！即个家庭生活，吼、哦，啊，即、這個、家庭生活诶价值观安尼，吼、哦，毋是用足大诶即个画面咯，吼、哦，伊无画足大，毋是像 Rembrandt 讲吼，惊死人诶大安尼，吼、哦，伊是画普通普通安尼诶迄个画面，吼、哦，啊，毋过伊就是拢要表达讲伊诶呢即个理想，伊头壳底理想诶迄、那个。家庭生活安尼遐尼水诶，迄款诶，伊就是要表达诶哈啊，所以互人看起来是迄、那个感受着诚深安尼哦。啊，是啊，即个画家哦，定来讲死了后，伊才会出名吼。咱够想着即款代志吼，那死了后才会出名呢吼。啊，即我想着讲，咱疫情诶中间哦，咱定来听着伫台湾啦吼，因遐名嘴咧讲啊，你话讲超前部署啊。即个画图家的画吼，因常常拢是超前啦，天马行空哦，安尼画啊，共迄时代人伊都无法度消化嘛，吼、哦。
那像讲记者的啦，印象派，印象派足侪画家吼，伊伫迄当时啊，因为因迄当时的人就是讲，因若无入选伫法国沙龙诶，吼，无互选着啦，吼，安尼因的图都足歹卖咧，因为人会肯定讲啊，你有入去，所以安尼你的图呢，当家己收藏安尼，啊，所以因就开始，因就起来抗议啦。因讲啊，拢是遐 LKK 的评审员啊，足无公平啦！因着敢若爱迄款诶孤陋寡闻啊，阮遮画遮好，恁也无爱感受，一直吵一直吵。啊，这画王吼，路易伊着讲，哎哟，吵死啊！咱吼啊，不如甲开一个展览嘛，互因刷刷去，啊，看会较点无安尼，关因诶喙。吼啊，因诶展览着出来，内底有一百摩内图，着是印象日出安尼。还有一个记者，伊就足怪啦，因就讲啊，即阵印象派画家，说无聊着讲，伊即句话说怎啊，甲因杀去哩即个官台吼，吼、哦，啊着，吼，或者画到家伫19世纪吼，伊、哦、就开始受着足大诶肯定，啊，甲人安尼开始要学因诶即个画法安尼，吼、哦，啊，印象派因主张就是讲，室外诶写生，啊，甲。这个色料啦，吼，就是颜色的这个互补的理论吼。因这两项代志吼，对这个以后这画图家吼，还是艺术吼，这影响一直到今仔日吼，还阁继续咧影响安尼，非常影响非常大。啊，伫阮洛杉矶啦吼，即马还阁一群的画家吼，因阁足强调的吼，讲阮是加州的印象派的吼，伊这特别的啦吼。非常趣味哦，洛杉矶有一点印象派哈。OK 啊，下一张哈。咱知影讲台湾的科技吼，即马伫世界吼有足侪第一吼。咱来看报纸啊，看一寡遐传来传去的吼，咱拢会看到讲，真正是世界第一，有足侪种。啊，咱台湾的美术界吼，嘛有真侪的第一的吼，像这个画家。单进吼，伊是19世代吼，台湾第一个女性的画家哈。啊，伊伫1934年，伊就画即幅图啦，合照哈。这两个姊妹合照呢哈。伊即幅图是入选伫日本的第15回的地展哈。啊，伊嘛是第一位入选日本地展的台湾女性的画家，哦，这非常非常无简单哈，这真正是咱女性的。光荣啦，吼！啊，我知影讲咱哪大吼，毋若第一代、第二代嘛是共款吼，有足侪个姊妹吼，伫各方面拢非常非常个杰出吼。我相信将来伫历史上吼，拢会留落一笔因个遮个事迹呀，吼！啊，何况嘛会当借着因安尼来，因个光荣吼，安尼甲抵济安尼吼。啊，咱若讲到这台湾的美术运动吼，这是为1895年到一八啊，再到1945年啦吼，这是台湾和日本吼殖民迄个时代啦，吼、哦、啊，进前咱有讲啊，台湾有啥物艺术无？咱台湾的本土的即个民俗的即个艺术吼，就是咱呐、啊，想讲去庙遐吼，你会看到讲伊个门神啦、啊，也是讲因有一寡信徒伫村里有拜一寡即个不拉的像安尼吼，呀，吼，迄就是咱较早期本土的即个民俗的艺术吼。啊，当迄、那个日本吼。日本因是伫18世纪明治维新的时候，因伫遐早，因着派足侪个艺术家吼、哦，去后尾去来学即个艺术吼。啊，迄个时阵吼，就是咱头拄仔有讲着，就是遮个拄拄是印象派啦，还是后壁个遮个野兽派吼。哦，即款的诶表达方式啦。啊，因日本咧明治维新的时，因学着的，就是这啦。
因甲遮伫咧甲伫台湾咧实面诶时，因都甲伊传来台湾吼。虽然有足侪讲因对台湾有安尼，若像二等公民安尼吼会看待，啊，毋过就是讲伫即方面，啊，也是感谢因讲有甲即个美术即个教育吼安尼甲伊。萨顶档哈，伫台湾来萨顶档哈，咱即个伫今仔日看到真侪即个画家哈，像讲伊甲因诶即个特别即个九川秦一龙哈，伊是伫英国学水彩哈，啊香园古统哈，伊是东英画，哈，因就是带即个学生，因伫学着就是讲带伊写生啦。因讲台湾遮尼水诶，即风景，安内无人要画，吼、哦，伊阵啊，着有几啊个，咱知影诶，吼、哦，遐第一批诶，即第一批啦，就是因培养出来第一批，咱所在就是你买树啦，你就桥啦，了过村啦，用三龙，你得攀了得种，吼、哦，即嘛是拢我诶老师吼，即、哦、前辈诶，即画家，因就是栽，甲因栽培出来呢。当然，画家像林玉山啦、桂雪芙啦、邓婕，哈、哦，因都是为一九哈，因这头啊讲做东洋画啦。啊，过东洋画伫迄个展览的时候，因拢会用刻煞伫这个壁角，因就讲哦，这个国画伫个较重要诶，哈、哦，安尼。啊，若东洋画，因就讲这迄阵啊啦。就是迄个时代了哈，因都该塞去较边角安尼，啊，一直到伫1970年时哈，即日本甲台湾断交了哈，啊，林志佐先生哈，伊都积极的争取讲安尼，即对咱遮个话哈，即款个画法吼，安尼无公平哈，安尼，啊，伊咧争取的是讲，有话。加油！啊，咱来讲，迄是油画吼。啊，水彩用加水了，咱讲水彩嘛。啊，这个颜料吼，去甲加这个加吼，咱来甲合作加彩，安尼敢袂真适当安尼？伊是争取到1977年吼，终于啊，就转为当油画，转甲变做加彩画安尼。啊，后来就拢一直讲加彩安尼。啊，伫迄个时代画家吼，因较无像即马遮尼方便，即马你要家己画展啊，还是你要参加啥物款诶吼，拢吼，像讲一定诶画家，你无爱家己做画展，一定诶画家联展啦吼，啊哩，拢真济啦吼，啊，搁真济迄个画廊嘛，讲邀请你去展览嘛。伫迄个时代诶画家，因若要出头天吼，因是较无迄个机会啦吼，吼，因着爱透过讲这。即伫官方所主办啊，地展啊、台展啊、副展啊，吼，啊，因才会当伫迄个展览场遐安尼出现一下，啊，着爱互因有收着呢，吼，啊，收起来了，佫毋大敢收着呢，伊着讲，因若遐评审吼，因若感觉讲，哇，你即着第一等啊、第二等，还是讲你有特选咯，安尼你的名声才会透惊声。OK， 下一张。咱再来看台湾近代收藏的第一件国宝的浮雕，哈、哦，那看这水牛群像，哦、水牛群像，伊是伫1924年，哈、哦，伊这唐的唐啊，已经翻唐的浮雕啊，哈、哦，这个人是黄土水，哈、哦，伊伫1915年，哈、哦，到日本。学艺术哈，伊是算讲东京美术学校第一位哈，工作在第一位哈，第一位台湾留学生啦。啊，伊嘛是台湾留日学美术的第一个人，伊第一个哈。啊，伊嘛是第一个入选伫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的艺术家，非常非常不简单，这足早期啊哈呀。啊，伊对台湾哦，伊有真好诶，观察啦，真详细观察哈。啊，特别对这台湾哈，台湾像讲伊咧较
咱是亚热带嘛吼，啊，伊这咱台湾古早伫这个农村啦吼，真乡土味的，遮像牧童啦，啊是讲这农村的景色啦、水牛啦吼，吼，定定拢伫伊的作品内底就出现安尼吼。不过咱嘛会记讲，伊有一百度是甘露水吼，无偌久以前安尼吼，安尼，足老者吼，安尼，吃啊足老者安尼吼，对啊，不过迄是伊。唯一的一个裸体像吼，伊裸体的吼，伊迄个后壁伊就无过做遮裸体遮物件吼，伊就开始做遮吼较乡土的遮作品吼。啊，因为伊有即、這个第一位就算地震的即个好名声吼，啊，所以咧研究台湾美术史的遮学者吼，伊就讲，就用过遮近代第一位的雕刻家来甲伊称呼安尼吼。啊，伊即个水牛群像吼，咱甲看，是毋是足古锥诶吼？伊即个囡仔若像，伊就怎安尼真自然啊，吼，伊也免啥物，爱搁穿啥物衫，也是安怎？伊就是甲这水牛就是做伙啊吼，因就是咧带这牛仔嘛吼，安尼互你看着讲，哇，真正有够古锥，安尼天真无邪吼。啊，牛嘛，安尼做伊，安尼踅咧，安，互你感觉讲，规个足温馨呐，吼，啊，真写实，互你一个看，你就知影讲，哎哟，迄若像有根蕉叶伫咧做伊诶背景安尼吼，诶，啊，佮有地瓜叶啊吼，啊，瓜叶啊，佮摕起来吐伫伊诶迄个，然后伊伫赶牛诶时，伊就爱佮一支锤啊吼，啊，吐伫迄锤啊遐，安尼伫遐咧好耍安尼吼。吼，啊，佮啊摸迄牛诶，迄较细只牛仔囝诶，啥物啊？吼，安尼摸伫遐，安尼甲伊烧烧，非常非常古锥啊，啊，非常真温馨诶，即个亚热带气氛吼，啊，互你感觉讲，啊，真正足乡土，互你感觉足安尼，含你足近啦，吼，你若回想伫你，我毋知影，我毋知大家有即个伫乡村吼，安尼生活诶迄个。迄个过程无吼，我家己是定定伫迄个吼，甲阿公阿嬷做伙吼，呀、yeah. OK，咱即马来看吼，伊其实咯，伊伫即个1918年吼，伊就已经伊就有一个或者翻同即个雕像吼，伊就是选伫帝国诶，就是帝殿内底啦吼，日本诶啦。伊就是第一个嘛，吼，第一个入选的嘛，吼。啊，我知影，咱无偌久以前吼，我会记是今年吼，即、这个玉如姊妹吼，伊嘛摕到即、这个，伊咧讲艺术方面是，伊嘛摕到即个黄土水吼，伊的即个甘露水吼，伊这是第一个台湾人吼，雕刻即、这个就是无穿衫这查某囡仔吼，啊，伊还佫一把是销路啦，伊即两个雕刻吼，伫展出诶时吼，拢加一阵封起来吼，因为因拢即两百度拢藏伫迄个无应该藏诶所在，啊，咱看下一张吼，可能会看到者，我有创出来吼，来下一张嘿，甘露水吼，就是正面即张吼，啊，倒面迄张是销路啦吼，销路即张是伊是伫1920年吼。就是这个黄土水先生吼，伊毕业的时，伊的毕业作吼，啊，伊坐船倒来，伊就甲即个销路同齐摸倒来呢，吼，啊，伊怎送互伊的母校？伊阵啊是读大中埕公学校吼，啊，即马你也去找讨论，就是爱找太平国校啦，吼，太平国校，啊，伫2020年的时。十月吼，伫北师的美术馆有家做展览出来呢。呀，迄嘛，咱咧藏足久吼，藏到迄是无新鲜啦吼。即两百度吼，伊安尼藏伫无应该藏的所在，安尼几啊十年吼，拢我想伊若是有目屎好流，大概咱已经拢阴到无看人去啊吼。呀，真无彩吼，无较早吼展出来，互大家看吼，这是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悲哀啦，吼、哦！啊，这个甘露水吼，伊伫1919年吼，伊就开始做，
啊，一直到1921年，伊才完成。啊，是这个含人平大仙啦，吼，第一件平大仙，这安尼相当大吼，而且个现代地理就这雕刻。啊，今年因为今年5月2日伊开始到9月18日吼，伫高雄美术馆咧展览。啊，所以咱个姊妹吼。咱若有计划讲暑假要转去台湾吼，会当半一个工吼，去遐去家去家看一下安尼，吼，去遐欣赏一下，这真无简单啦吼，呀，互人关遐尼久吼，啊则咱则会当看着安尼。OK，下一张。1930年吼，林玉山先生吼。伊个本名叫做英贵呢，我会记咱个姊妹内底冒一个英贵吼，甲名无啥共款吼，是英贵非皮英贵啦吼。啊，伊是出世伫台湾嘉义吼，因迄阵啊讲做嘉义厅吼，诶一个嘉义个水街啦，毋是水街吼，是水吼美街啦吼。我讲水街嘛吼，无毋对。啊，因老爸是我那一个画师啦吼，画就是民间的画图的啦吼，也是咧啊，想说共裱画安尼吼。哎，对细汉伊就展现伊的天才吼，伊的天分安尼。啊，较大汉的是迄陈澄波，咱知影陈澄波是228的受害者吼，即个艺术家，原来伊的老师啊家鼓励讲啊，安尼你会当行即条路安尼。啊，所以伊就去日本的川端画学校吼，啊去读。也会多啦吼，啊！伫1927年吼，第一届吼，诶，台展啦，就是台湾美术展览吼，伊含国色湖啊、丹景吼，咱头下看丹景，我无算国色湖诶吼，因三个都互人讲做台展三少年吼，因为因上少年嘛，啊，所以叫做台展三少年，然后伊怎啊足出名咧？啊，伊诶连体，咱看正平即个连体吼。这连体伊是第一件吼收做国宝啊，伊这是第三届诶台展诶时吼，伊得到这个特选啦、特优啦，吼、哦。啊，伊咧画这幅图诶时吼，有一个真趣味诶故事吼，我再讲互恁听，真趣味吼。伊要画这幅，就是讲，伊要等迄个莲花伫普光诶时阵吼。安尼天都曝光，啊一个光线安尼射落去，啊伊迄个莲花叶安尼头顶阁有露水，阁有迄个光影也安尼闪烁安尼吼，伊要画迄款诶物件出，啊所以伊就伫遐等，啊伫遐等呢，迄就是伫迄个家己有一个做牛条山吼，迄莲花池遐，咱知影莲花池落寒梅吼，伊有足侪蠓虫啊，藏伫遐吼。啊，伊就爱忍受啊，伊就拄啊等啊，伊就为着要等迄个天曝光，迄个真短时间吼，啊要画嘛，啊说就伫遐互蠓仔叮甲变红豆饼安尼吼，啊为着要画，伊就拄啊忍耐安尼吼，啊咱来看伊即张图吼，伊个个安尼透早起来会白灵时伫遐咧找啥物吼，啊迄莲花安尼拄拄开安尼吼，真水安尼吼，迄款诶，安尼真清丽诶，迄款诶，吼，安尼，伊就是要画迄款物件，吼，啊，个迄个鱼仔吼，咱即安尼较暗去无啥看吼，个鱼仔伫个清清诶水吼，伫遐虽然落寡糜啦，啊，毋过嘛有一寡所在伊是安清清诶水安尼吼，安尼会当当你会看到鱼仔安尼吼，这是真正是伊诶真杰出吼，啊，真经典诶，即个。即张图安尼吼，啊，咱甲看，伊会当安尼画出，就是讲，伊毋是敢若咧画即个物件，伊是甲伊个感情，吼，甲伊藏落迄个内底安尼。啊，所以咱看个时，才会感觉讲，哇，画甲安尼，遮尔活，吼，安尼遮尔吸引咱个目睭安尼吼，互咱那像去看着迄个情景安尼，吼。啊，即幅图吼，伊伫第二摆，伊要去日本，要阁去学好阁较好咧吼，吼、哦、啊，因为无到即个经验通好去吼，
啊，所以伊个朋友啊，我真少在啦，讲啊，这个人安尼伫这个艺术方面安尼，伊要更上一层楼吼，伊就讲好，安尼我甲你买，吼，啊，就伊安尼伊就钱，然后去日本阁去读啦，安尼继续读。啊，伊即摆到伫2000年诶时，伊迄个甲伊收藏诶朋友说过身去吼，啊，过身了，这图都。丁家宝啊，传家宝啊，啊传到伊个第二代，啊，毋过第二代无甲伊看做传家宝、丁家宝，伊就讲啊，这甲卖掉，这好价甲卖掉吼。啊，伊同时日本人知影讲，伊有一百度遮尔水诶，要卖，伊就讲，安尼我用国新台币吼，2000万甲你卖起安尼，啊，伊就诚欢喜，就要甲卖安尼吼。啊，我迄阵啊，即个国美馆啊，诶，国立台湾美术馆啊，伊就讲，哇！即北咱的图遮尼好的图，哪会使你去互外国人甲咱收藏？咱来家己收藏，爱留到咱兜啊，吼！啊，毋过即马甲咱，因会当动用甲咱1500万，也是要安怎？啊，所以因就发起讲，啊，无安尼啦，咱来募款啦！伊呾台湾人足热心募款吼，哦，一百年来，即都。无看到啊吼，啊所以即幅图才会当留伫台湾，啊则成做国美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安尼，吼、哦，这是这个民间吼，啊甲这个官方吼，一个真好的一个合作的典范呐，吼、哦，呀啊所以咱这真好啊，真重要这个文化资产吼，才无流去海外呢，啊即幅图吼。伫2015年诶时，文化部就甲伊登记做台湾诶国宝，这是台湾近代吼第一件诶国宝级诶画作安尼，吼安尼，不然大家知吼。啊，好，下一张哈。咱今年是虎年嘛，吼，吼，咱这个林妙山教授吼，伊互人真欣赏诶作品，啊，佫一项就是画虎啦。伊足爱画虎诶，吼、哦，伊伫足少年17岁就开始画虎。啊，有人甲伊娱乐讲吼，讲，因为咱普通来讲，哦，这个画虎真歹画吼，你画虎画皮啊，足歹画诶骨啦。你若骨画袂出来是，只虎就软烧烧安尼吼，伊就袂猛啦，吼、哦，啊，就无成虎啊，吼、哦。啊，过人家学了讲，伊咧画虎是画虎、画皮，佮兼画骨安尼。啊，所以伊个图，伊即个虎画出来时，你着看伊那只安尼，安尼吼，哦，威风凛凛安尼吼，安尼啊，看着足猛足猛安尼吼。啊，毋过咱若我所知着是讲，啊，林基祖先生啊，咱头讲林基祖先生，伊是甲东洋画改整出做教材画吼。这林志祖先生，伊若要画鸟啊，伊是饲鸟啊；伊若要画花，伊是饲吼，就是画兰花，就饲兰花安尼吼。安尼画甲安尼就哇，安尼画甲真水安尼吼，伊个画面安尼就吸引人个目睭个吼。啊，咱若捌听过林妙山咧饲过虎，啊，伊是安怎去画虎嘞？吼，OK，谜题揭晓，伊就是讲，伊若知影讲哦。倒一个动物园遐有虎，啊，伊就走去遐跟话。哎，若讲哇，有马戏团来遮咧表演，哇，遐有虎咧表演，伊就紧来去看，啊，去遐写生，紧来速写，紧来素描，吼、哦。啊，佫足强逼讲，去甲迄饲虎的工人讲，啊，这虎有啥物习性，吼、哦？啊，伊安怎安怎，吼、哦？啊，伊这个人，就看伊遐尼强逼，伊就一直甲讲，安尼，吼、哦。啊，所以安尼累积起来，伊的虎就画甲安尼哇零零安尼，互人看到讲，哇，你看正面迄只。吼、哦，虎要落山安尼吼，吼、哦，真正咱看着也足惊嘞吼，毋敢挖迄只虎安尼吼，呀、哦。啊，杜明这吼，伊是伫1985年画吼，这吼，哦吼，这个私人收藏起啊吼。咱我想，伊嘛真趣味啦吼。啊，伊着伊着伊着画即个虎国宝，我想伊细汉嘛捌听因阿嬷咧家讲虎国宝诶，即个故事吼。看、啊、咱诶阿嬷可能摕来甲咱吓惊，也是讲摕来甲咱广告，互咱趣味吼。Anyway，
伊这这林玉山先生哈，伊为这个好古堡哈，安尼伊挂这个哪，伊到底是真正要收金，还是伊真正挂哪加收金？我唔知影啦哈，啊，就是讲咱详细看看，伊嘛出古锥啊，甲这个好古堡画甲真古锥安尼哈，呀。OK，咱中间吼，若有人对即个台湾的美术家吼，也是美术史有趣味，也想要知影较济吼，伫我要结束的进程，要甲大家介绍一本册吼，伊是今年出版的《台湾美术史的字典1.0》，吼，迄个金鱼 Please 哈，互大家看者吼，是啊，吼，即本册吼，伊是。这是第一本哦，对台湾的国立博物馆出名的主编的，吼、哦，台湾美术字典。1.0的意思就是讲哦，伊这还袂煞啦，吼、哦，后壁还佫会渐渐甲伊补充啦，吼、哦，啊，我家看起来这内容是不只啊真充实吼，真充实啦吼，会当互咱佫加减知影讲咱家己哦，会当了解。咱家己国家的美术史啊，甲美术家的，伊当然毋是讲长篇大论啦，吼，伊是一个一啊，所以伊嘛无照年代啦，吼，伊是照即个笔画啦。你若知影倒一个美术家吼，啊，你家写迄个，你家讲迄几位，你家试看讲吼，画看几位安尼，啊，着去甲现讲第几位内底，你就会当找到迄个美术家安尼吼，对啊。OK，今仔日足多谢姊妹吼，安尼半时间啊，甲我同齐来欣赏吼，啊，同齐来学习吼，啊，我着伫遮做一个结束吼，啊，多谢大家。多谢。